Hello，你好。来跟我们马来西亚的媒体朋友打声招呼。阿库，辛塔帕达姆。是学了很久吗？这一句话。对，我刚刚是坐在旁边的经理教我的，所以就是想学一些特别的，就是带一点新的，是心意送给大家这样。有没有想过就是创作部分嘛？想要将这一个马来文语，就是加入在你的那个歌曲。对，刚才我唱那首歌最后一句，我想加进去，但是那个突然想不到怎么加进去，所以就对啊，有点没有接下去的感觉。只记得阿姑啦，忘记了后面一句。那当然，这一次罗莉薇呢，除了是得到这一个创作歌手之外呢，也跟容祖儿合唱的歌曲获得了这最受欢迎对唱歌曲嘛，对不对？那跟天后的合作压力大不大？一开始因为我是新人嘛，我去年才加入新公司，我那时候我很害怕啊，但是现在我觉得很轻松，因为其实他们每个人都很好，对我很好。那我觉得特别是周宇，他是一个很值得我去追寻的一个目标。对啊，跟他的合作非常开心，也要谢谢他，因为他才可以把我带到马来西亚到这边来，因为如果没有他，我应该没有机会，所以我要很谢谢他，赐这个机会给我。对，好，